接下来，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。 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，皆有口业；或不轻言四语，便口立词，伏虚假事，言行相乖，恶报自招，历劫无免。岂得不人人悚然增道，忏息此过？相与从有是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口业不善，于四生六道，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边。 迷恶不宣，出言粗广，发语毁谤，朋友聚话，无意而说，指空为有，指有为空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作言不作，不作言作，如是颠倒，反天异地，自利伤物，更相缠谤，言己则迷得不归。 说他则和恶不往，乃至品素圣贤，才良君父，即说师长，谤善之事，无道无义，无所顾难。世有忧厄，伤形丧命，未来处痛，永结因报。且细笑之情，便能具足无量重罪，何况苦言以加一切。 众等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恶口业于天道、人道有怨对者；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有怨对者；于恶鬼道、畜生道有怨对者；于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有怨对者。众等以慈悲心，同菩萨行，同菩萨愿，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。 慈悲父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断疑佛，南无无量持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不复佛，南无无住佛，南无德差迦佛，南无众首佛，南无世光佛，南无多德佛，南无福沙佛，南无无边威德佛，南无意义佛。 南无药王佛，南无断恶佛，南无无热佛，南无善调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永德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大德佛，南无极灭意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不修习菩萨，南无妙音菩萨。 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从始觉悟，同到道场。若有身形拘碍，有心不得道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。 摄其精神，一切同道，守众等忏口业罪，从无始无明诸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口恶业因缘，于六道中被起怨结，愿以三宝神力，令四生六道三世怨对，所忏永断，所毁永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。 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恶行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；或以恶口扰乱父母、师长、眷属及诸众生；或于父母起妄语业，或于师长起妄语业，或于眷属起妄语业，或于一切众生起妄语业；或复见言不见。 不见言见，或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或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；或为骄慢，或为嫉妒，起妄语业。如是罪恶，无量无边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其两舌业，受他恶言，不能复藏。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使人分散，令他因苦，或因戏笑斗争两家，离人骨肉，破他眷属，缠乱君臣，纷扰一切。如是等罪，无量无边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造其语罪，说无益语，无利益语，或恼父母，或恼师长，或恼同学，乃至六道一切众生，皆起恼害。如是口业所起怨对，无量无边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令四生六道三世众愿，一切愿结毕竟解脱，一切罪业皆悉除断，毕竟不复起诸愿结，更入三途，毕竟不复于六道中处毒相加。从今日去，一切舍失无怨轻想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永为法亲，慈悲眷属。从今已去，乃至菩提，三界果报永不复受，断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增进身修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一切愿海皆能满足，六通三达，无不明了，得佛三密，具五分身，登金刚会，成种智果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相与以德，忏悔身口最近，此复应须清净意业。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者，皆由意业结集牢固，十二忤逆必由意造。故佛戒言，不得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，后堕地狱，受苦无穷。今日相与，共见心知，去意诸事，亦由君知，总测其成，口发恶言，身行恶行，于六道中能招巨报，当知灭身是由心造。今欲改悔，先错其心，次折其意，何以故耳？今言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当知结心是解脱之本，尽意是进去之机，三途巨报不来，恶道众苦不往。然身口业粗亦浅，意地维系难除。如来大圣，一切智人于身口意使得不护，况乎愚惑凡夫而不守慎？若不折错，未见其善。是以经云：防意如尘，守口如瓶，岂得不护？相遇无始以来，即此一行，无明起爱，增长生死，亦能具足十二苦事，八邪八难，三途六道，轮回流转，无不经历。如是诸处受无量苦，皆由意业构起怨对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，此亦无体，轻重恶业无不被造，或身口不遂，心增愤毒，更相杀害，无怜悯心。若自为有痛痒，不可一忍，彼至在他，唯恐处毒不深，见人之过，自愿宣说，自有谦师，不喜他闻。有如是心，实可惭愧。有异地起嗔，大道怨贼。所以今言，解功德贼，无过嗔恚。又华严经云：佛子若起一嗔恚心，一切恶中无过此恶。何以故耳？起一嗔心，则受百千障碍。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法障，生恶道障，多疾病障，被谤毁障，生暗钝障，失正念障，少智慧障，近恶知识障，不乐贤善障，远正见障，乃至离佛正教，入魔境界，被善知识诸根不具，生恶业家，处于边地，如是等障，不可具说。我等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因有无量无边嗔恚恶心，乃至起嗔，不必亲足。何况六道诸众生等，及其烦恼猛毒，不复自知。但是不得为，心想则何所不念？若使得遂心意，则谁不被困？故天子一怒，伏尸万里；将斯以还，空自纷扰。鞭挞捶伏，有诸罪过。当此之时，何处因言？我依善戒，唯恐苦酷，不生不重。是亦第二，通于有事，至于不免，豪见共有。未尝一日，惭愧改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嗔恚烦恼，意虑幽深，虽复欲舍，对境已发，动与恶具，念念相处，何时当得免离思苦？大众既知其罪，岂得厌然而不改悔？相与今日肯道披尘，忏灭此罪。一个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所住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殿相佛，南无恭敬佛，南无威德首佛，南无智日佛，南无上力佛，南无须弥顶佛，南无智愿贼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应赞佛，南无智次佛，南无离焦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长乐佛，南无不少国佛，南无天明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圣良佛，南无多功德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药禅佛，南无无所少佛，南无游戏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，无量无边自在力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、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、忏意所结一切怨对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以结之怨，怨忏除灭；未结之怨，不敢复结。仰愿以三宝力，同加摄受，哀悯护护，令得解脱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意恶业因缘，于四生六道、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，结诸怨对，若轻若重，今日惭愧发露忏悔，一切怨对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依三毒根起于贪心，因于贪始起于贪业，若忧若险，尽空法界。他所有物起于恶念，我当取之，乃至父母物、师长物、眷属物、一切众生物、诸天诸仙物、如是等物，皆念属己。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有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起于嗔业，昼夜烧燃，一时一刻无暂休息，小不适意，便大恚怒，取诸众生种种恼害，或加鞭杖，或负沉溺，乃至驱迫饥饿，悬浮忧喜。如是称罪，无量怨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随逐无明，起于痴业，无恶不造，无有正慧，信于邪言，受于邪法。如是痴业，皆诸怨对，无量无边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行十邪道，无怨不结，无业不造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，起诸结业。或身口不遂其事，心增独立，乃至戏笑，构起是非，不以直心与人从事，横怀谄曲，无有惭愧。如是等罪，无量无边，于六道中受大苦恼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业不善，口业不善，意业不善，如是恶业，于佛边起一切罪障，于法边起一切罪障，于诸菩萨贤圣边起一切罪障。如是罪障，无量无边。今日至诚，求哀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三口四意三恶业，忤逆四众，无罪不作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六根六尘六识妄想颠倒，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于设威仪界、设善法界、设众生界，多有毁犯；身坏命中，多三恶道；在地狱中，受无量无边横杀等苦。又多恶鬼，无所事知，横暴饥渴，受诸热恼；又多畜生，受无量苦，饮食不尽，饥寒困苦。又出生人中，堕邪见家，心常谄曲，信于邪言，失于正道，没生死海，永无出期。三世一切众恶怨对，不可称计，唯有诸佛尽知尽见。其如诸佛所知所见，罪报多少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诸佛大慈悲力、大神通力、如法调伏诸众生力，令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怨对即得除灭。六道四生，今日已受对者、未受对者，愿以诸佛大地菩萨、一切贤圣大慈悲力，令此众怨毕竟解脱。从今日去，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毕竟清净。舍恶道身得净土身，舍怨对命得智慧命，舍怨对身得金刚身，舍恶道苦得涅盘乐，念恶道苦发菩提心。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过去现在四生六道，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愿以今忏悔，同得清净，同得解脱，具足智慧，神力自在。愿诸众生从今日去，至于菩提，常见十方尽虚空界诸佛法身，常见诸佛32相紫磨之身，常见诸佛80种好，分行散体，遍满十方，救众生身。常见诸佛放眉间白毫相光，即地狱苦。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以今忏悔清净功德因缘，从今日去，舍身受身，不经地狱道或汤炉炭，交行烂体之苦；不经恶鬼道怀饥暴渴，争喉骨腹之苦；不经畜生道，常在愁命驱驰宰割之苦；若在人道，不经404病畜生之苦，不经大热大寒难耐之苦，不经刀杖毒药加害之苦，不经饥渴困乏之苦。有缘大众，从今日去，奉戒清净，无玷污心，常修仁义，念报恩心，供养父母，如是世尊；奉事师长，如对诸佛；敬重国王，如真法身。于一切皆如吉祥。有缘大众，从今日去，乃至菩提，达身法义，至无所畏，明解大乘，了见正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物。一向坚固，志求佛道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，等与如来具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请问诸佛与有情众生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我们所称的佛陀，指的是清净了无明之后，智慧与慈悲的圆满。有情众生由于未能了悟无明是无明，所以成为众生。因此差别在于明或无明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，观看你的思维心，看见此心为空，不具任何体性。看见并了悟到，心的重重觉醒层面是自行展现的，就是有情众生自然清净而成为佛陀的要诀。请问轮回与涅槃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轮回流转，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涅槃是以斩断这个流转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，看见自心自性是本自即有的，从未升起过，且不受物质的过患所染污。当你见到这点时，就没有流转的地方了。轮回从本始被清除净化之后，即称为涅槃，这是轮回自然清净成为涅槃的要诀。请问无明与明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无明是不明了心的主要本质，明是看见心的这个基本本质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，向内看着这个本然状态，这个清澈、宁静、鲜活、觉醒的心的基本本质，如此单纯地看着心，是自然清除无明的要诀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